最近，有市民向看看新闻 news 和新闻房微信公众号反映，浦东新区惠南镇地铁16号线惠南站1号出口门前有一个公交站台，其遮阳棚和站台之间是非机动车道，而如今车道上设置了一排隔离栏，候车乘客见到公交车到站必须跨栏上车。接到投诉，看看新闻 news 记者吴浩亮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。这个公交站位于惠南镇的拱极路上，就位于地铁16号线惠南站1号出口的面前。记者在现场看见站台的候车亭装上了遮阳棚，有乘客反映遮阳棚是不错，但它与站台之间被一条非机动车道分开了，大家上车需要越过非机动车道。更要命的是，如今车道上又加装了一排齐膝高的隔离栏，每到公交车进站，躲避烈日的乘客不得不跨栏才能上车，这样既不合理更不安全，乘客人无法过都过不来。至少公交站台和公交站点间应该设一个人行通道，